艺术不单止具有美感，仲能够跨越时代同埋语言嘅界限。呢啲画入边咧，亦都睇到天主同人之间嗰种关怀，天主对人之间嘅容忍、嘅宽恕、嘅大爱。喺欣赏画作之余咧，咁佢亦都可以认识到信仰啦。生命恩泉今个星期日下午4:35，Paul 同 Eddie 同大家分享撰写宗教艺术呢一本书嘅意义。